蛮多的。杨良好，三坏满球数，张镇伟这一球带起来，在左半边的飞球落地形成安打，同时外野手处理球有瑕疵的情况下，好者能够继续往前做推进，三垒上的蒋志贤已经回来得分了。啊，这次安打至少不管有这样一个垒包来到得点圈哦。不过今天这个士奇在处理外野几个球，这都没有处理得很干净哦。两好三坏的情况下，其实莱福利这一球投的并不差。对。哦，那这一个后续处理球呢，又让